看电视的睡觉。嗯，你跟爸看电视了？啊。这几天忙不忙？不忙。那挺热闹的吧？啊？挺热闹的吧？啊，都时间长没见了嘛就。嗯。我给你做那个炸酱面，你吃了没？还没吃呢。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嘛，那个炸酱面呢，那个酱呢，不是我当时拿回家的时候就摔地下了嘛。啊。然后那个它有那个就是那个一次性饭盒的那个碴子在那个酱里呢，你仔细看一看哦。哦，我在看上面没东西。啊，别拿到嘴了，哦。干嘛呢？好东西呢。看你把这整乱的，一会儿把它收拾了啊。呀。好，我收拾，我收拾。嗯。没啥事，啊。啊，没啥事。嗯。下午过来瘦了，你们想回来再回来吗？好的。嗯，好。再不，我想吃啥，待会给你们做，放的反正啥也有嘞。嗯，好呢。嗯，行。行，那再见啊，妈。啊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干什么？嗯，怎么了？你啥时候跟我说话这么温柔过啊？跟小绵羊一样。哎，不是，你不是伺候要说伺候我好几天的吗？叫我啥？你就昨天伺候我一天，做了一顿饭，然后今天啥也不管了就，今天还说嗯。你是瞬间是？什么你？你瞬间是变了个？我变什么变？变成母老虎了呀？又啊？你昨天你工作日让我给你学赵四。赵四，我给你学了，逗你开心，你就给我做饭伺候我，好吗？我这学了，弄完你也笑了，乐子也逗了，你是根本没改变。你不说一直伺候我，天天给我做饭吗？饭呢？哎，你这反差有点太大了。反差什么大？大大大。啊？犯啥病呢你？更年期到了是吧？不来气我是不是？只要你一做饭就是汤圆，然后今天一天又是我开始做饭，我又回到解放前了。你骗着我，昨天让我给你表演赵四儿。你刚才跟我妈打电话，跟小绵羊一样，哎呦，温柔的跟啥样？你咋就像跟我说话这么闷？你啥时候跟我说话像跟我妈说话那样温柔呢？啊？但你要像妈那样对我好，我也这样说话。你反差也太大了吧？谁让你说话不算话的？啊？我跟你说我是啥样的哦。你要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一百倍；你要是对我不好，我就回击回过去一千倍。你这样就是小肚鸡肠。你要是对我好这么一点点啊，我都会记到心里，而且我会加倍的对你好。你出去找个人过去吧，你过不了。好的。受不了。好的。你是想对别人好一点点，要加倍的还回来，你是那种人。那宁愿我不需要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还真不是。你看我对妈他们好了没有？我要过妈他们什么？我要求妈他们给我做过什么？对不对？我在妈他们跟前我叨叨过什么？我的好处了没有？我做过的什么好事？我是不是没有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只是在你身上要求这一点，因为我的爱可能现在在世界上米果还小，也只能你给我了，你就不愿意了。